是最美的武器。啊，医生，我要带你看最美的武器。啊，最美的武器，医生只知道最厉害的武器，最垃圾的武器，至于什么是最美的武器还真的不清楚。果断加入了冒险。第一个 boss 是水晶巨蟹，一开始就下蹲，不讲武德，打他就是给他回血。不出意外，水晶巨蟹技能结束后就被医生和工程喵秒了。哇哦！第二个 boss 是雪山大元王，没得说，也逃不过被秒杀的命运。不过看装备，应该是樱花散弹枪。哦，还是老问题，工程喵带了什么装备和什么天赋？无奖竞猜。我的天哪，太好看了吧！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点卡。第二层第一个 boss 是大骑士，一个字秒他。First blood， 可怕。无头骑士和他的马，就让医生看看，是你出手快，还是医生的伤害高。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朋友圈。维 C 机甲，抬走抬走。Oh my god！ 大史莱姆，不用看，又是一个火把。当樱花盛开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美？美不美我不知道。但是很卡。哦，拿来吧你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当当当，又是通关地牢的一天，团灭吧，那东西不存在的。